自己也不会念吗？没有。再说他。对。东西。上。你孙没来啊？你被姐姐孙了哪一孙？我是一个一次两个。那时候我怎么跟你讲佩戴？你那时候说还不错。还不错，佩戴有戴吗？没有，没关系。抽血了。我那时候植入的时候。啊，上帝姐姐呗。植入的时候你就跟我比个赞，然后就觉得说嗯。好，我那时候没跟你打赌哦。你没有跟我打赌。啊，那我失去赚一块钱的机会。我今天也是跟一个病人打赌，他已经怀孕，恭喜了。四个来，拍一拍一下两条线。那个我看不到。我明天会打电话跟你讲抽血的数值是多少，是一胞胎还是两胞胎了？嗯。哦，那因为我们主日是3/33销售预产期是今年的。预产期是今年的一月七号，国历明年的国历一月七号，哎，等一下，一月七号，但是预产期不预产期有大量的其他人在摆了，这可能是今年年尾了，不过还是今年什么年？啊？今年什么年？猪年。猪年，对。所以这个是应该是猪尾，应该是猪尾巴了。你会阿姨呢？好哦，不要，明年就老鼠了。猪好像比较慵懒。不用辛苦，也有饭吃的。恭喜的，要男生还是女生？都好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三件事，这个我一定要先讲。现在愿意有，今天是礼拜五嘛，上个礼拜五都很重要。这礼拜五、下礼拜要看到几胞胎有没有外孕，下礼拜五看到有没有心跳，在没有看到心跳之前，有时候都会临时会剧本都会换掉，比如说外孕啊，或者是流产啊，或者没有心跳，所以今天是26号，加七二，5月3号、5月10号到刚刚好母亲节，母亲节前两天刚好可以看到心跳。所以今年的母亲节是你第一次要当母亲节的预告，恭喜了！这个带回去，你真的没有自己念？不敢念，因为我家里好重。今天早上还上班，我原本今天早上要来，可是因为太忙了，所以工作太忙，所以真的没有时间念。我真的也是忙到。你身体上有没有什么变化？乳房胀啊，肚子胀啊，就这两个位置。胀，肚子胀，乳房有胀。对对。通常怀孕的时候，因为泌乳激素上升，所以乳房胀。那但是我都不太敢跟别人讲这个现象，因为万一他不胀的时候，就会携带问我。对，会很危险。恭喜。